走走走，我进去，走走。任主任，副书记，任主任呢？任主任到东院开会去了。梁书记、刘书记都去了。打电话让他回来。喂，我找任主任，苗县长，我是小吴，孙书记找任主任。这。孙书记，苗县长找你。我让你找任主任，你找苗县长干什么？耳聋了？苗县长，孙书记找任主任有急事儿。任主任，孙书记，任主任在听电话。老任，你马上给我回来。苗院长，孙书记发火了，我得赶快过去。好，你去吧。哎，啊，哎呀，这个老孙呐，也真是。苗县长啊，要不咱们过去？不就是换个地方吗？那县委县府不是一回事啊？去换啥？哎，啥呀？好了，我给老孙打个电话。孙书记，我让你通知的会议你是不给贪污了？不是，昨天我都通知过了，可今天早上苗院长说这会改到县政府那边开，所以大家都……我通知的是县委常委扩大会，苗县长只能列席会议，他怎么能随便改变会议地点呢？你是县委办公室主任，听我的还是听他的？喂，哎，孙书记啊，哎呀，你看咱们今天开会啊，我准备了一些糖果啊，那边说边谈，气氛融洽嘛。啊，苗县长，今天召开的是县委常委扩大会，不是茶话会，希望你以身作则，遵守纪律。这就对了嘛，开县委会更要讲纪律。哎呀，我今天呢是好心办错事啊，啊，咱们还过去吧，走吧，哎，我说咱们走吧，咱们走吧，走了，走。哎呀，苗县长，不用了，好，他这人呐，没使成劲儿，就那样，别在意。陈书记，你好，你好，老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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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今天是练习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马上开会了，好好好，先生，坐吧坐吧坐吧，好好好，坐。各位领导，咱们是不是可以开会了？啊？在座的都是我的老领导。作为党的领导干部，我觉得应该严格的按照党的纪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。我觉得在古城只有一个中心，那就是县委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。
只要我当一天的县委书记，我就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县委之上。另外，县的领导干部按照分工，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。任何超越自己职权范围的事情，都要由集体来讨论决定。哼，我现在宣布一条纪律：以后开会，不得无故迟到早退。咱们不开没有意义的会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啊，多腾出点时间和精力，少扯点闲篇儿，给咱老百姓干点实事，办点好事。现在开始开会。最近我摸了些情况，着实是进行了一番思索。地委领导要求我们尽快拿出一个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，我觉得非常正确。一个县如果没有一个规划和思路，仰不插尿尿流到哪儿算哪儿，这叫什么共产党的县委啊？这叫混日子的维持会，是糊弄老百姓，糊弄上级，到头来受害的是谁啊？是党，是老百姓，是我们在座的诸位。所以这种情况必须要在我们县得到改变。我下面先发表点意见，就算是抛砖引玉，供大家参考。这是咱们县的地形图，咱们县就这么个情况，三面环山，西北为深山区，东部是丘陵，南部是平川，平原的面积很有限。在座的诸位领导，这都很了解这个自然情况，这是无法改变的。但是，如何的利用自然、改造自然，这是我们要做的。所以我根据咱们县的实际情况归纳了四句话，这四句话是：北抓石头，南抓粮，西抓林果，东抓糖。这个全县建成公路网，科技新厂，跳大梁，啊，抓石头，好，记住，就对了，抓石头啊，就是抓，就对了，一下太呀。开会就要有个开会的样子，遵守会议纪律，有什么意见都摆出来，有什么高见啊，端出来，不要在底下叽叽喳喳。袁先生，这你得说两句啊。嗯，好，我说两句。刚才孙书记发表的一篇宏论很有想法，但是我想谈谈我的一点看法。这北抓石头，南抓粮，西抓果树，东抓糖，啊，是糖吧？哎，呵呵，糖，这未免有点太传统，太自然经济。改造生存条件固然重要，但是没有钱，怎么修渠引水，怎么植树造林？当然了，我不是强调急功近利，但是必须迅速发展经济效益。只有造就强大的企业，才能造就强大的古城。这叫什么？叫花小钱儿挣大钱，短平快的好项目嘛！啊，对对对，对，那可不，对，这个项目不错，符合市场经济规律。是，今天开的是常委扩大会，每个常委都必须明确发表自己的意见，常委会的记录会一一记录在案。哟，胡局长，找苗县长？不，我找孙书记。孙书记正在开会，我知道，你能帮我叫叫吗？现在不行，正较劲儿呢。和谁呀？
两个一把手。陈书记，您是老领导了，您说说。孙浩，以后不要再叫我陈书记了，叫同志嘛啊。这个尽管括弧内有个正县级，但毕竟情况不同了嘛，让同志们先说啊。老梁，你说说。我想到的你都说了，我没想到的苗县长也讲了，我现在没啥补充的，只是个设想吧，以后想到了再补充。就这些啊？就这些。老刘，你也谈谈。哼，孙书记啊，你刚才说了一大篇，我记都没记全。心里还想，你说话连稿子都不拿，怪不得你当县委书记呢，就是因为水平高。要是我呀，写成的稿子我还念不顺溜呢。我是听你发表意见的。我不是说了吗，意见谈不上，要是县委定下的事儿，我双手拥护，交给我的任务我保证完成。老杨，有什么想法你也谈谈吧。孙书记，我对你提的想法不大明白。苗县长刚才说了，现在是市场经济，这抬手动脚都要钱呢，可咱们拿不出钱呢。杨副县长，七里岩当年搞工程你是当事人是吧？是。我现在正想问你，你当年是如何在没有一分钱的情况下发动群众，排除了各种干扰把工程干起来的，而且后来还得到了省委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表扬。嗯，至于现在群众的情绪，我建议你再回七里岩走一趟，听听那里的群众对现在的状况是如何骂娘的。骂娘我没听见，谁听见那就骂谁呗。看来大家今天都没有准备好啊，或者说是另有别的想法。作为县委书记，我必须提醒大家，经济发展的思路直接关系到全县人民的生存，希望大家多动脑筋，多提建议。今天就算是一个引子，三天之后继续讨论。散会。